来用这台机器给这部 iPhone 6s 贴个前膜，操作步骤一样，你先把需要贴这张纸放到机器的后面，位置调整好，调整好之后，然后我们选择苹果 6S， 选好之后，然后点击切割，确认，那机器开始运行。OK， 这就切割完成了。然后下一步我们开始贴。现在我们开始贴，我们把后面的这张白纸给撕掉。白纸撕掉，然后根据上面的孔洞进行对齐，贴上去。然后第二步，我们把这个掀开，然后拿这个往前推，往前推。然后这边也一样，然后把上面的原本的一层撕掉 ，OK。